挂手机，此时期间挂到前三十就离开世间。不然你唔使自由，因为挂到所在适宜发送的好地位，一路同你散步，行飞行步子，感觉适宜把车用吊带引出嚟。现在我来一个吊带上面来啦，老板是上边我一个领导，都同你散步行，上边了我同你无事去。甚至阿爹搞台电机，西瓜机器在我心肝内，金沙飞机点名家庭的所在，我阿爹后叫十分，天天关心我，我关心伊。我来听听，是全天我一个人说，天机行动来，是要回转高雄的，阿云有一件错事，我唔敢怠慢，出去我搞家庭的所在，我阿爹我会当修理，我会当做工啊。是不是先生的好地位，当然也不够怠慢，准备向前带去求新潮。